哦，大家好，我是吴维。今天介绍这一颗算是蛮有趣的一个小玩具哦。前阵子魔方阁出了一颗号称可以转也可以转的指尖魔方嘛，那是一颗3×3×1，然后它把中心加上中心块加上轴承，就变成是一个可以转的方块这样子。那这个概念别的厂商也吸收进来了哦，做出了这一颗，外表是一颗3×3×3，但是它在白黄盖子上面都加了一个，各加了一个轴承，特写一下，它就各加了一个轴承哦，小小的，然后变成说你可以转完方块之后，然后再抓着这样子转，还蛮有意思的啦。好，那方块的本身是没有品牌的，可以说是杂牌啊，只是这个 ID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，所以就特地来介绍给各位玩家看看哈。嗯，哼哼，那因为它其实摆在桌上它是不能转的，所以你要玩的话，你最好可以弄一个小块的粘土。好啦，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啦，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今天的介绍。好，有问题就在底下留言哦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我要继续玩了。